接下来请收看爱上第二个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郑元畅，我在恶作剧二吻里面饰演的是姜植树。在第二集他有了一些些的转变，就是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已婚的男人。从今以后不是少了一个女儿，而是多了一个儿子。姜植树是一个非常心胸狭窄的一个男人。接下来想干嘛？是不是这样会想对不对？他已经嫁给我了，也想对他动手。他是没办法容下一颗沙，二一跟二二的沙的话，就是东西变多了，重心也变多了。顺天帮就可以了，都怎么样？我觉得我跟依晨之间其实培养了更多的默契，也经历了更多的事。我的感觉就是很不真实。是你除了当我的老婆，还扮演其他的角色。千万别错过 GTV 综合台恶作剧二吻。